向坚毅跟你的尖叫声，我们欢迎彩婷上台。你这样子有点太……彩婷都尴尬了，好不好？对的，为什么那么稀稀落落的？是高雄的粉丝们比较害羞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热情，你这样子彩婷可能就要马上就搭高铁回家了，好不好？耶、，Hello， 高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彩婷。有了。那我们彩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多久没有来到高雄这个地方了？差不多好像有两到三年。对，两到三年，所以很久很久没有来高雄办活，就是见面会或是活动了。那有想有持续有跟我们南部的粉丝就是交流，或者是因为你看现场那么多人都是为了你的写真集，对啊，来到现场。对，我本来想说应该可能今天可能不会有什么人，因为太久没来高雄了。然后就是我在粉专上啊，然后南部的粉丝就是有一些这样子在，可是就是看他们常常就是潜水这样子，默默的在背后这样子。来，自己承认有没有潜水的？有没有？好，都不承认没关系，等一下签名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想问一下，针对你这次啊发的那个写真集的部分啊，有没有？因为我稍微看一下里面。对。好。这有签吗？哦，有。有。就是这次写真集，我发现有非常火辣辣的画面在。是。大家有看吗？有没有看到？那睁眼说瞎话的那个不算哈。我每个人等一下都要看到一本书，应该都看得很仔细的那个。对啊，所以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你在拍那种就是比较大尺度的时候，你怎么去面对，或者是怎么去突破它这样子？其实就是大尺度的时候，要突破大尺度，其实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摆脱不自在。对，就是摄影师在拍的时候，你就是把它想成说就豁出去了，就你的背景都是模糊的，其他人都是模糊的，只有你自己在。享受那个当下，因为只有自在的感觉，你才可以拍出很自然、很漂亮的照片。所以这本写出来，就是写真集出来的时候，全部都是自在的自己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是有点小尴尬的地方。应该说，只要摄影机在拍的时候都很自在，对。然后摄影机一关的时候，就开始很尴尬。不会，因为我现在看到里面的写真集，其实还蛮多，就是姿势的部分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养眼的部分，其实都还是蛮不容易的，因为其实要突破那个心境的部分，对啊。那就这次如果发行这部写真集之后，那你对未来可能会继续这个方向前进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规划的部分吗？之后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本写真书，对，然后之后可能会规划第二本，然后当然除了写真书之外，也会有别的工作，像是主持跟演戏。都已经在谈下中。哎，大家要支持啊，多多支持好不好？热络一点好不好？没有第二本可以买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万一没有，不会，一定会出到第二本啊。就是希望你就是为除了戏剧跟写真啊，还有一些电视剧的部分可以继续努力之外，那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南部的粉丝就是说一些话，或者是？也很感谢他们今天到现场支持。对啊，很谢谢他们今天到现场，然后还有现场或是现场买书的人。对，然后因为在这边离市区还是有点距离，对，所以觉得还是很感谢你们，就是特地赶过来。对，因为这边都是高雄的朋友，刚问的时候都没有要理我，要麻烦再问一下好不好？台南有台南，但这边是台中哦，台南有没有更远的？有台哦，彰化。还是你刚好是彰化人而已，刚好彰化，然后搬来高雄住了。谢谢你，真的，有没有更远的地方？比如说从北部，听说台北已经有搬过一次，对，台北有没有从台北打一次，然后这是第二次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没有，没有，对，最远。好，没关系。而且这次总共办，其实本来只是想要办在台北一场而已，对，所以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大家反应很好，所以特别想要在南部。真的，大家要多多支持彩婷。那我刚刚有说到说，我们现场购书，彩婷要帮我们抽出十名的幸运读者，可以获得你的拍立得照片。哦，我个人。对，个人的签名，
拍立得照片，对，所以还没有投入便条纸的有没有？我要结束咯，有没有还没有投入便条纸的？我要请彩婷开始抽咯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来抽奖箱，麻烦。来，大家要开始集气了。这是抽出我个人的拍立得照片。实名，那呢？我刚刚有其实有跟粉丝讲一下，大家有没有想要这一款？这一块吗？这个？对对，其实大家都还蛮想知道的，想说如果可以的话，这块要送给大家。对啊，这一块最后都会。还是彩婷想把它带回家。好奇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抽出实名，那等一下实名读者呢，我会全部让你先上台，然后跟我们彩婷一一合照。那现在先请我们彩婷先抽出第一个哦。刘静安，哦，刘静，刘静面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第二个，要念他写的文化，不要，会害羞吗？他会，这样可以念出来啦、啊。不行，不要。好，那我回去收着。叶伟杰，叶伟杰，读者在吗，先生？好，等一下记得到现场哦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